唱的不冬天本来应该是张口和刘飞。我从哪儿都带着。那你笑一下吗？我用手。他说为什么我从哪儿都带着这个书架？黄哥，我点豆干了吗？Hello， 我今天可能不播很久，因为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回去收拾，明天还有工作。谢谢荣铁星的荧光棒。我都忘记还有直播哦，明天还有工作。我往后躺一躺，我这样躺在这里，这样我就在角落里。虽然这里的光不太好，不过我就可以躲在这儿，很安全。明天还是晚上。是啊，在吃海底捞。这个光好看一点。我从小，我从我妈从小，因为我爱吃这个骂我。这是 RK 的糖果。对他们两个联合一起吃。也买了，是东西的一百八十元，就是，然后我就吃不完，然后就只能放在那种碗柜里、书柜里。我哎，昨天他们感觉我总是想进，我记得是有一件事儿。妈，整个房间都有一股那个味道。是，他们问我说你要怎么做，我就说那就要向他敬礼。让我们这是什么事儿？泡帅帅的，怎么泡帅帅的？你说我这个帅吗？他们说我来个我是谢谢谢谢。谢谢好烫！谢谢这位帅哥。啊，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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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西西夸我说眼睛大，说我最近妆化的淡，你看是不是很淡？我现在眼影都没有颜色了，只有一点点，然后上面一点闪闪，是不是化淡了？下面也没有什么颜色了，对不对？写一小人的恶魔头饰，然后后来听错了，说谁年纪大呢？谢包仔饭的恶魔头饰，谢谢 KAN 的万圣夜，感谢感谢，我今天没有办法像昨天一样感谢你们，因为今天人多，我不想噪音，有噪音，不然的话我就哎，其实这样说也还行。哦，怎么总有好多这种店？谢谢，今天妆好好看，那我明天也化淡一点，好吧？谢谢。你点的？没有没有啊，这个粉丝很好吃。那点这个粉丝，把它点来。那个应援的那个东西，好好看，好帅哇！这样说话为什么？那个婚纱是，我得问一下，不是我们的。今天妆好好看，你们是不是看我现在有滤镜？我明明，我之前那么努力化的妆，你们都说不好看。我今天就没化什么妆，你们却夸我妆好看，而不是夸我人好看。谢谢他们黑白的丁安娜的凝视。你们有看到蒙娜丽拉宝吗？好帅！为什么不喜欢那个蝴蝶结？我很喜欢，它显得脸小，头饰大就会显脸小。谢谢小歪的糖果，哦不，谢谢小白的糖果。写一口八仔饭的糖果。啊，可是女孩子不就应该搭配着蝴蝶结吗？我今天头发太爆炸了，太多了。不是我凡尔赛，就是他最就是最近的姐姐做发型做的很夸张，每个人都给做成爆炸头。然后我就说，我今天看到周周，我说周周，你这个头发从侧面看爆炸了。我就说现在所有姐姐做头发都这样。谢谢苗苗的糖果。以前两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说电发跟电这么厚，
可能只有头发少的人才会点一下发根，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会点，不管你头发多少，你看我头发这么爆炸，我还是会点一下。我们审美变了，不是，是大家发现了就是怎么变得更好看的方法。变化跟不冲的，我没点餐，我想吃他们点的就够了吧。玉上大衣，吃他们。哎呀，谢谢小板的万圣夜，谢谢。哎，你知道吗？哎，哦对，今天我们说那个就是勇敢的心的时候，我每次说椰子鸡我吃过啊，也如上老铁的南瓜派对，那个张说我吃光，他说为什么说椰子鸡，因为勇敢心就是说他醒的时候他不就说他醒的叫 Break Heart， 然后呢我吃过，而且我是在战士级应该那样，就是我只要看过这个现场有谁能抓，这个现在我脑海里储存的。我每次想起来他都会出现，然后看着他眼里做的脑海里没法点硬菜，因为我觉得我够吃就行了，吃完不够吃再点，不能浪费钱，不能浪费食物。谢谢文香瓜的万圣夜，就是我每次吃饭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不要浪费，但如果实在没办法我就打包，但是我就很现在就经常打完包会忘记吃，所以以防万一先点少一点。我基本和大家出去吃饭都不怎么点，因为我怕他们点多了，所以我少点一点。谢谢保安人员的糖果。因为我是那种我忌口比较少。谢谢橙汁的万圣夜。我忌口比较少嘛，所以大家点的我都能吃。有的人就是就不喜欢吃的比较多，所以就让他们先点。不痛。对，我不太挑食，所以我就是那种这样的话容易饿，不容易饿死，你知道吧？因为你要是那个什么都挑，你很容易饿死。就我那天晚上去青云房间，我看到他有粉儿，小青一直问我说：“你小慧，你要不要吃那个粉儿啊？要不要吃那个面？我给你搞个火鸡那个火鸡面。”我说：“不吃不吃，我要吃你的粉儿。”他不让我吃，他不舍得。但是那天很奇怪，因为他从来不会主动给别人搞东西吃，他突然非要给我搞个面吃。他说：“我不吃面，我要吃你的粉儿，我就要吃你的粉儿。”后来他忍痛割爱，然后本来是打算忍痛割爱的，然后后来他发现哎刘贤带过来了粉儿，他说那你吃，他说让我吃刘贤的，我说行吧，然后吃完了刘贤的，我说不行，我说我还要吃那粉，我没吃饱。他没办法拿过来一看发现过期了，是刘贤发现的，因为我说我没吃饱嘛，刘贤就说他去泡一下，他就拿着青文的粉，发现都过期十天了，他都没舍得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舍得，也不舍得吃。结果小青青说：“啊，给你吃吧。”我说：“谢谢 TMT 的荧光棒。”我就吃了，我心想过期十天而已，然后刘贤就去泡了之后回来吃，刘贤说感觉味儿有点怪，我就一吃，我发现还行了，没有什么怪，我就吃了。吃了之后我说不行，我说我还要吃，我要吃你那个粉儿，就是我想吃那个爆肚粉儿，他给我海底捞的那个
牛肚粉，我说我还要吃，然后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吃，因为还有别人，就比如刘贤呀、啊，让大家一人一口，但是我吃最多吧。我说我还要吃，我要吃你爆肚粉儿。他不给我吃，他说我还有一盒这个粉儿，一看过去六天。我说哼，那吃吧吃吧，他让我吃了，因为毕竟过期了六天。于是乎我就去泡了，我就把那个过期六天的粉儿给泡了，泡了之后回来发现刘贤尝了一口，他说哎，这个过期六天的比那个过期十天的好吃一点儿哎。我当时觉得是吗，我就吃了，发现哎，味道差不多一样，我感觉没啥变化。那天没有吃成那个小千的爆肚粉，但是第二天我还是吃了他那个爆肚粉，因为第二天是别人说想吃，然后还是给泡了，他还是没有留住那个爆肚粉。谢谢彭昌皮尔的万圣夜，看不被我吃，终究还是会被别人吃，那还不如被我吃呢。我好像我们吃也都差不多，因为那天虽然我也吃那个爆肚粉了，因为别人吃，万一吃不完怎么办？过期的下次不吃了，就是哎呀，我想着过去十天、过去六天才好啊，就是吃掉了。主要是那天太饿了，我是那种跟大家在一起就很想吃东西的人。谢谢不早，谢谢秃头的恶魔头饰。昨天就是我们去扣拉屋子里面，扣拉就说为什么你们一在我就想吃东西，姐姐就说一跟小辉在一块儿就想吃东西。吃不吃辣都行。姐昨天明明就夸我说我男装帅了，说实话是有点羞耻了，因为他们在那里笑我。就是我那个大背头嘛，我按照我爸爸，我印象当中我爸爸是就是年轻的时候搞过那个发型，我搞的那天只有就是所有人只有我一个人把头发给这样子给捞起来了，然后真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击掌的时候每一个男生都说哇你好帅你好帅，女生都说咱换个发型吧，明天换个发型吧。我心想原来男女的那个就是审美不一样，看来男生都喜欢我那个我那一款的，就是女生不喜欢那一款。你也是，你也喜欢那款的，你也喜欢那款男生。我笑死了，那是第一年的，第二年的还好，第二年的就是一个小男孩了。他们昨天说我跳那个曲终人散，其实那个舞是我，你适合去干成面，因为他们说你跳那个女中钢琴师很适合。我跳宇宙钢琴师那天我 emo 了，我一个人晚上的时候出门坐在那儿，坐在那个花坛那儿吹着晚上的风，我心里就在难受，因为我学不会那个舞，而且我要跳男装，你们不知道宇宙钢琴师这个舞原版它有那种很性感的动作，而且我学不会这首歌，我很难过。上完课之后我学不会，我就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买了包花生豆，边吃边在那儿 emo， 我就觉得好难过，为什么我要跳这首歌，老师给我选的这首歌，我就觉得我都是个男生了，我还得做那么性感的动作，我还得那样拿着这个麦，我得那样子。接十年三的南瓜派对，后来我把那个动作稍微改了一点点，但那个时候的我还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不要看我以前的东西，说实话我觉得好羞耻。谢谢小猫咪的，哎呦你怎么还用的这个 ID 啊，这个当时测出来的那个 ID。 谢谢你的夜蝶，
但是我当时跳的时候我记得可清楚了，因为我是那种我当天学我学不会，我记不住，而且我记性很差，就我今天暴风雨之夜我都忘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跳了，太笨了。我要舞蹈呀，我好累呀，我肚子好疼。反正我那个，我本来昨天也选的暴风雨之夜，那小青也选了，我说那我就选夜风吧。我就选了夜风。帅。第二年我觉得我比第一年帅一点。发新出一把加满。太帅了，表情。饭怎么还没有来啊？好久坐了。再吃个枣吗？插队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跳优美跳。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跳。要了个番茄锅呀。当时在插的时候是过年前说让我们带，我就把舞学了，但没有学完。但是后来又说不用了，不用了之后我就忘完了。因为我是那种学的快，我忘的也很快，学完过两天我就会忘记。过完年回来之后又说要带了，但是只有一个星期了，好像就赶快学，赶快学。我记得到最后我也有两首歌没有学，反正有几首歌没有学吧。我是看歌，有的学得快，有的学得很慢，而且我是那种，怎么说嘞，有点纠结的人。还好快啊！中年的歌我还记得挺熟的，谢谢。因为我基本上跳过，我感觉啊，你想想。冰狗前段时间跳了，第一支舞子大家肯定跳过。你好，我也想要一个。你好，我也想要一个。我也想要一个，我什么都要。就是，不要那个呀，芹菜呀，芹菜。因为有人不要芹菜和香菜，但我都要。没有都吃。我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原来可以不吃香菜，所以我一直吃香菜，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人不喜欢吃香菜。哎，吃开了。今年的这些是谁的枣呀？是一半放在我这里。你的吗？来牛肉的是哪位？谁要的牛肉的？哎，我都要。哎，我是都要。那我怎么没有香菜？好，啊，一会儿等饭来了，我再下播吧。明天。
天是晚场。你们今天周几啊？周六，周六的话应该没事吧？那我明天的话应该就是吧，因为明天不公演，不公演结束应该也很晚。有点想去迪士尼了，好烦哦，这个地方，怎么回事？怎么让我想去？不想去，但是我不想自己去了，我想跟大家去。我问一下杰姐，杰在哪？快来呀！杰姐，你想不想去迪士尼？当然不是明天。啊？好。他说可以啊，但是我还没有定时间。谢谢。好，可以喝一口汤。好好喝。哎呀，据说拍照片，我有个照片没有发呢。可是我看最近不下雨了，因为前几次每一天每次都下雨。但是你们不是你们，可能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所以你们也不要期待。我每次去迪士尼都不是拍照，都是去玩儿。因为去拍照的话，我就要早起化很漂亮的妆。而且，因为我每次去都不会戴隐形眼镜，因为我觉得戴的话，可能眼睛会累，但是戴完可能会更漂亮。我怎么知道你们不喜欢？你们不喜欢可多了。我知道你们喜欢哪种，你们就喜欢那种普通且漂亮的。我会拍一次迪士尼的，但是要等人家找我。小苏儿，小苏儿来了。我的卡片呢？这个机器人很难过。要往那边一点点，我放个牌牌。好。去一个肉一个。搞一点番茄酱。我就很遗憾啊，巴西还有这么好的名字，没用的。他妈就是他不好啊，是他就是他没有把你放进好。那行吧。嗯。我太笨了，我是举着手机，我明明可以放在桌子上。我们的菜还没来呢，一会儿来了我就下了。这是我调的料，可能不是很好吃。好麻烦哦！
大学之后不好说了。拜拜，晚安。